你终究会明白，早年劳碌命、中年富贵命的人，绝大多数是这几类人。劳碌和富贵一直是一个循环，劳碌过后便是富贵，而富贵过后也一定是劳碌，这两者相互轮转，让这个世界多了改变，而少了固化。对此，很多人就会疑惑，劳碌和富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？在如今这个时代，不是穷人更穷，富人更富，要遵循马太效应吗？其实，从整体来看，马太效应是成立的，而把整体转向个体，那变数就多了。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断变化，那洗牌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。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新闻，一位十几20年前还在荧幕蹦跶的大老板、大富豪，如今人到晚年了，竟然只能依靠捡垃圾为生，而且神志不清。曾经风光无限，如今却穷困潦倒。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，在现实中经常出现。有些人早年劳碌不堪，中年或者晚年之后便愈发富贵起来，给人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；有些人早年特别风光，中年或者晚年之后便愈发落魄起来，给人一种甘尽苦来的感觉。其实，一切都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。那些中年劳碌、中年富贵的人，绝大多数是以下几类人：学习有价值的国学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欢迎订阅消磨国学，偶遇贵人之人，破窑赋中有言，李广有射虎之威，到老无风；冯唐有乘龙之才，一生不遇；韩信未遇之时，无一日三餐，及至欲行，腰悬三尺玉印，一旦时衰，死于殷人之手。李广如此厉害的将军，只因为遇不到时机以及贵人而一生落寞；冯唐简直就是良臣名将，可就是遇不到机会以及贵人。反之，像韩信这样的人，虽然才华横溢，幸亏他遇到了刘邦，不然他终究会湮灭于历史的烟云当中，一辈子也无法出头。其实，能否遇到贵人，决定了我们能否时来运转，能否拥有更大的事业。要知道，遇到贵人，少奋斗20年，而没有遇到贵人，也许就得劳碌一辈子。把握时机之人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们要想成功，首先就需要把握天时，如此我们才能够胜人一筹，甚至把差距拉大。在三国时期，曹操于北方大地上驰骋纵横，最后灭吕布、败袁绍，奠定了偌大的魏国基业。用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来说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占尽了天时；孙权虎踞江东，占尽了地利；而刘备就只能占人湖了。其实，越是能早占天时，越是能快速的时来运转。而曹操恰恰就是这样的人，早年奔波劳碌，40岁之后发迹，起家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。这就是把握时机的优势所在。不断学习，懂得变通之人。周易中有言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，都需要懂得变通，不变就容易固执守旧，进而变得迂腐起来。而只有懂得变通，我们才能在复杂世道中分到属于自己的一杯羹。曾经有一位朋友，他是搞游戏设计出身的，反正在游戏设计领域赚了不少钱。可是过了几年之后，他搞起了餐饮；再过了几年之后，他搞起了互联网。现如今，他已经开了公司，成为了老板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，固执守旧那是行不通的，唯有与时俱进，方能不被时代淘汰。其实，我们不需要像这些人一样做到大富大贵，只需要养成变通的思维就可以了。至少适时而变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家庭和谐、儿女孝顺之人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家庭和和美美，胜却人间一切。家庭越是和谐美满，儿女越是孝顺的人，越能够拥有富贵的命运。因为家庭，那是诸多福气的来源。比如说，夫妻关系和谐，妻子或者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，而且还能助你一臂之力，那你又怎么可能不发迹呢？反之，夫妻关系不好，亲子关系特别差，家庭一团糟，那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活得幸福呢？要知道，好的家庭关系那是事业的助力器，而不良的家庭关系则是一种累赘，终究会影响我们后半生的发展。总的来说，搞好家庭关系，那将是富贵幸福的开始。学习有价值的国学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欢迎订阅消磨国学。身体安康、平安长乐之人，在如今这个时代，有健康的身体，那你就赢了60%以上的人了。据调查，至少有60%的成年人患有职业病，而这些成年人年纪大多在30岁以上。一般来说，当人到了30岁之后，职业病就会显露苗头；而在中年的时候，职业病就会演变为某些慢性病，甚至大病。要知道，中年危机当中就包括了健康危机。有个道理我们要明白，忽视健康危机的人，终究需要付出比当下多得多的代价。身体健康的人所赚到的金钱可以存起来，而身体亚健康的人所赚到的金钱都只能流向医院，最后有可能还需要负债。所以说，保重自己的身体，那才是王道。大多心有曙光，有道是从此余生皆长夜，不负蹉跎向阳心。当你30岁之后，你就会感受到长夜的开始；当你50岁之后，长夜的黑暗到了极点。而有些人就倒在了50岁这一年，正如某一位名人说过：“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但后天却很美好。”可大多数人都倒在了明天的晚上。对于人生的长夜，我们需要以曙光般的心态去面对。唯有破除黑暗，你才能见到光明；唯有历经挫折而不倒，你才能活得愈发精彩。一个人最大的福气，应该是积极到老。试想，他体胖心宽，心胸宽广，不会为了一时一刻的成败而执着，那这样的人又能差到哪里去呢？就像古时候的刘备，虽然屡战屡败了大半辈子，但他还是挺了过来，因此他也就成就非凡，建立了蜀汉政权。可以说，心有曙光，你的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，懂得知足常乐。丘处机说过：“衣食无亏便好修，人生在世亦浮游。”像生活这件事，其实没必要纠结太多，只要你吃好喝好，睡得舒服，活得欣喜，那就可以了。什么功名利禄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在这个人世间，越是知足常乐的人，福气往往越好，成就往往越高。要知道，知足的本质便是在收集自身的福气，不让福气外泄，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曾经有一位老者，虽然家中特别有钱，但他还去开出租车赚钱。别人问他：“你都退休了，怎么还出来开车赚钱呢？”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很享受有着工作的充实生活，哪怕我的儿孙再有钱，我也不想依靠他们，靠自己或许会活得更幸福。”其实，让人生充实起来，让自己变得知足，不再受到贪婪之心的影响，或许你的后半生会有与众不同的结果。有贵人相伴，有诗云：“宝气如风轻拂面，良缘相伴贵人来。”人终究需要有贵人相伴，他才能走得更远。就像功成名就的男人一样，如果他身后缺少了一位有能力的贤内助，那他的事业就很难成功。一匹马在他没有成为千里马之前，终究需要有人来指点他，哪怕他成为千里马，也需要有伯乐来欣赏他，给他发展的机会和空间。人能否遇到贵人，余生的差距其实不是一般的大。说的夸张一点，有贵人相助，少奋斗10年；而没有贵人相助，多奋斗10年。一切都很现实。我们只要看看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就能明白了，又有谁没有遇到过贵人呢？一般来说，只要你想成大事，只要你想富贵，那你就需要遇到至少2个以上的贵人。或许运气不好的人一个贵人都遇不到，那他们就只能成为一生劳碌命的人了。有始有终，孔子认为时也命也，慎始善终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在这番话当中，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词，那就是慎始善终。做人就该谨慎的开始，最后妥善且美好的结束。唯有做到慎始善终，我们才能拥有圆满且美好的人生。就拿工作这件事来说，他深耕于这个行业，花了1万个小时的时间在其中。如此，哪怕他如今在落魄，未来也能成就非凡。反之，如果他不深耕于这个行业，而是选择3分钟热度，那他就算天纵奇才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一句话来说，做人就是要有始有终。对于家庭，我们要做到有始有终；对于工作，我们要做到有始有终；对于感情，我们要做到有始有终。如此，我们终究运势连绵，逐渐走上坡路。